大家好，这里是牛布拉，我是小拿。俺那街上有人买了皮衣嘞，我去瞅瞅，可便宜还可好。小了白了多，小了白了又了白，两了只了耳了多了竖了起了来，爱了吃了萝了不了横了青了菜，蹦了蹦了跳了跳了真了可了爱。小时候，小时候咋了？不会了吧？不，你就会那两句儿。他身高得有1.78米。180左右，160左右，对，你看你这个尖都没有撑起来，你按说慢点，你应该是不快。不是，我说这是绳儿是吧？不是，它这都是这个夹克儿，夹克儿似的。夹克儿。对，它不会说是这个小的是吧？你不会说是穿上这盖着屁股烂都不能穿。可得呀。可得呀。是，还可暖和。你要不要也拿一个？我会。你穿个最小号的可以。在哪个比较大的？在哪个比较大一号的？哪里啊？不是，找买两斤。哦，好。这个，哦，这个是五八的。哦，你看最后一件五八的。最后一件。你穿上试试呗。我穿上会找你谁呀？对，那这个五六的话，如果穿上去胖的话，这个50的就可以过来跳。50的，哦，中。他这个五八穿上胖的话过来跳56的，但是那先这个能过来中不中？我试试。因为咱这个人家卖的比较快，害怕就是人家选的就没有了。中中中。我回去试。哎，那回去合适不合适？然后再接着拿过来。中吧，这么胖你穿够吗？我就是怕水小了，那要小了盖着屁股。看不我哈。就是看着你真胖，你穿上的也真大。俺妈的吗？你爸出门？你孩子在边？哎，新衣裳啊？哦，给咱爸买的。嗯。走去河南再给他试试，中不中啊？你看，他要拿回来。这都是中了，给他换。太厚实了。看他。看着可厚了哈。你俩摸着肯定厚。哦，我说的。看谁？那边儿那边儿看谁多。你试试小不小？正在衣裳。你试试。嗯。大卫试了试，他是试了有点胖大了，然后说是你穿的估计重。那我穿上啰嗦，我看。这儿五六的，那我这儿还有五八的嘞。不瘦。不瘦，有点小呀。有点小。你试试这五八的。袖子。拉着拉锁穿好点。袖子有点短。袖子看着有点短。不小，老大了也是。那你试试这五八的，看脑袋的，他妈也去给调成五八的。就这穿着可合身吧，看着。他就是短款那种。他说的是个短款的，主要是。是正常穿。说那给俺爸买的，找亲家公买的，我给他给你。你是他妈也调成都调成这号不？中啊。这有点大。看咱爸怎么穿，着身儿就这大。着不顾身儿，不暖和。这不是闺女媳妇一枚一双，给你买回来了。这闺女还亲的。你看你，哎呀，这不是刺啦？你看就这个，冷面就这个。刺啦！中。可美，照中啊，照这张。看着吗？可美。找个店找可没找都可得找可得找先找先拿了可得可得别脱了先胖别脱了穿上去吧别让找这招不去叫人爸试试找哎呀给人去啥都穿啥都差不多你穿上他穿上人家现在有好多穿别比你先胖个子都个子都是真高个子都差不多穿上别先胖找他穿上不走找都快我要穿上了你不脱了不要脱了溜边边，我开心了。好了，这衣裳买来了，四百块钱。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喜欢我们的视频请关注，喜欢视频牛不拉这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那是八桌小小不小，不小，快点。